值变小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比如说，我今天希望做一个排程系统，这个排程系统是我们自己公司内部，假设公司内部会有需要的工作项目，然后花多少时间用选的就可以，自动会产生结果哈。我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基本上这里面有编号、工作名称，然后起始日期跟结束日期啊，最后会画一个那个甘特图。好，比如说多少，然后一直延伸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做一次，各位，就假设我今天哦做完毕之后，我的需求类似像这样哦，就是可以直接打开之后的话，它就自动什么跳出一个自动行程安排。好，然后呢，自动会这边会显示怎么样？今天日期。好，那预设是没有任何的工作。如果我今天呢，要帮那个老板排程，或者帮哪个工程师，或者帮哪个主管，做这个行程的安排，